我点了你的穴道，对劲重重，跟你讲了三天三夜的大道，如今你想通了吗？服不服？愿万丈之巅也成你，愿而你可不乐愿。你去的好运会出人气，再好好不能把你带着月步，你要会把你气带着你要月步，不愿意难住心上倔强之色，你更是爱更不可以去而你要去年吗？你要完成吗？你要终结吗？你要你也不得去吗？不服，还不服，嘴上不服，心里不服，你实在太不服。百万高峰还用坚持撑，爹爹我也跟着你，我靠陪我吃的鱼儿，你还吃的我的耳机，这鱼儿这个不懂的汤底，鱼儿既勇敢却会怪你，谁也不得记得我着急，我的你也想累积鱼儿，你到去年吗？你到完成吗？你到终点吗？你要你也不得绝吗？你到结婚吗？你考虑一下，你到你的目吗？你要我也不得你吗？爹，我跟你讲那么多佛经上的故事，你还是这么劝。须知华严经上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爹，这句出自金刚经而不是华严经啊。玉儿，你再不知好歹，别怪爹没耐性。孩子在想通，心中也不服。你要预言吗？你要完成吗？你要终点吗？不行，真的不能吧，自己好好的想想吧。